韩继余男星秦昊在婚后生下女儿小米粒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近日秦昊在家陪伴女儿，伊能静难得有了空闲时间，便积极的透过社群与粉丝网友们互动。日前他透过影片分享秋冬换季时的护肤心得，透露自己因为换季过敏，因此脸部看起来比较肿。虽然伊能静已经55岁了，但素颜的皮肤状况还是很好。然而有网友直言她的人中看起来是歪的，对此伊能静大方的表示，人中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但心知可以。他笑称自己的左右脸本来就不对称，之前曾试过戴牙套矫正，但后来就放弃了。还有网友批评他皮肤黄，伊能静也淡定地表示，别拿放大镜来看自己，应该找找他的优点，坦然面对的态度获得网友们大赞。